接下来教各位如何掐指一算的快速记忆方法。首先来砍一，砍一就是中间的最中指的最下一格嘛，砍一，分二，分二，正三，正三，巽四，巽四，中午，中午，前六，前六，对七，对七，艮八，艮八，离九，离九。来，仔细听好了，对七是什么意思？来，对七、艮八、离九，离九应该是离九嘛。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对七跟艮八哈，对七对代表口才 ，OK， 例如歌唱、演讲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安东罗宾像西方的演说家都是在对七运起来的，心里面在走起来。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猫王 Beatles， 包括四大天王台湾的 F 四，都是在对七挂起来的。那么对的先天卦是坎卦，坎为水，水深一千米，水深一千米是黑色的。所以对七卦对应的黑道势力会崛起，例如香港的古惑仔、意大利的黑手党，都在对七卦的时候崛起。艮八是什么？房地产 ，OK， 房地产。所以房地产是不是艮八运就崛起了？那么艮卦的先天卦叫震卦，震为手。来，你们的手机，你们看到你们的手机其实就是艮卦的象，因为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什么资料 App， 很多的程式，有没有？所以手机就是艮卦的象，你用手指去操作手机，就是艮卦加震卦的象。势能的秘密在哪里？你要先造势，那你造势之前要学会顺势跟观势，财富百途重新改写的秘密就在于势，你要掌握趋势。